在宜兰的诚意中心，我来过200遍。新春照相馆，因为太大了，它用门牙咬啊，就入口即化那种，看起来很脆很硬啊。其实没有到很硬，不甜的吗？它每一次都快要落到地上了，然后都不会落地。对对对，这个也是要点功夫技术啊。无法形容，太好吃了。好，我们来体验一下什么是蓝染，是蓝布哦。Let's go。聚合里面的棒子跟橡皮筋去做出我们的图案来。过来一点。打开，拿回家，收着，好不好？